婚介公司，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这个正常人啊？对，像第一个很细心，第二个很浪漫，对，既细心又浪漫。好好，再见。请问是诗萌吗？终于等到你。你好，我是诗萌。那咱们坐下说吧。啊，请坐。刚刚看你好像有点不太开心吧？哎呀，你别提了，大哥哥，在你之前有两个相亲的对象，第一个呢倒是挺细心的，但是一上来就。谢谢，那个，但是第一个就总爱给我改名字。他给你改什么名字了？叫蒋师大、蒋师憨、蒋师蒋美丽。终于等到你，你听到他叫我什么？他叫我蒋美丽。我好喜欢他呀，好喜欢。好名字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怎么样？哎呀，第二个呀，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，我们就即兴对诗一首，一下就被我拆穿了。你出的什么题？我就以环境为题，说风府桃花香万里，往事散兮莫再提。北雁南飞追春梦，吹来阵阵新欢喜。哇，好诗好诗。这是你自己创作的？没错，这是一首藏头诗。风往北吹，愿这莫名而来的风吹走你的忧愁。终于等到你。好有才华，好浪漫啊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嫁给他。我要嫁给他。大哥哥，你知道刚才那两个相亲的对象，要是有你一半的才华和气质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毕竟人无完人，作为一个美丽的女人，我们要学会原谅，不是吗？是吗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不生气了，试图去原谅。如果你不生气了，那我给你一个惊喜。好啊。上，快点的，哎，你俩，哎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生生相惜，你会不懂道理。你先别得我这事。大哥，你二哥也太暴力了，把书都给我撕了。是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们家里就我们三个孩子，我是大哥，我结婚了，他俩没结婚，你挑一个呗。大哥哥，啊，你不是来相亲的呀？我是。啊，你说手套啊？手套我戴俩，他俩一人一个，你挑一个吧。哪有这样？啊，我刚才算过了，诗萌是山涧火，我是船底木，我俩特别合。不是，我觉得呀，既然就是已经拒绝了，我认为爱人那么像双子。你别说，你别说，行了，我跟你说，美琪，我跟你说，我俩真的行了，行了。